还蛮紧张的。还是你有，还是你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彩铃来了。今天呢，我就是等下要去机场，那我今天呢就是要回台湾。我不要听，好像不是这样子写，对吧 ？Nope。好啦，其实真实的状况呢，就是我等下呢就会要去机场，这是真的。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我上一支影片，这支影片就应该知道，我跟我男朋友其实异地恋了半年，也就是六个月。那因为马来西亚的政策也开放了很多，所以呢，现在来马来西亚呢不用隔离，只要打了三支疫苗，不用隔离，也不用就是两天飞的两天前做 PCR。所以呢，趁这个机会呢，我男朋友就来了，所以呢，他会来大概一个月，应该会有点点尴尬嘛。我朋友还问我。你会哭吗？我就想说，应该不会吧，应该只会尴尬一丢丢。但是呢，等一下呢，就带大家去看看会不会咯。好 ，Let's go。接他，然后不知道他出来了没有。对，然后他刚才有打电话给我说，就是他已经飞机到了，所以呢，我要找看他是在哪一个出口。哦，今天人超多的，杀人很多。现在是哪一个出口？我的地方对，然后刚才那边是到那个马来西亚那个叫什么 domestic 的，然后我现在要去找那个international 的 landing 的地方。哦，海神，到了。就是要等他出来，然后我在那个门口那边等的。还蛮紧张的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成功。查理证明也没有，他也没有看。查理证明他也没看。没这样子的。对对对。Hello。Later。接机成功，接机成功。好，那我现在问你哦，你来到这里的感受是怎样？第一感受，觉得好像那个从房子啊、建筑物各方面都不一样，然后觉得蛮好玩的。他是说一直没有看到高楼啦，对啊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其实是首都 KL 才会看很多高楼。我就想说，我怎么来了都看到田啊？对啊，那种那个荒地啊，这都看到那些。嗯，不过就是还是很觉得有一些地方蛮热闹的啦。有一些，可是我有点意外，是我们其实一看到我们原本我会以为我们两个是尴尬啊，对，然后后来没有。是吗？还是你有？还是你有？没有，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所以没有啊。好，那我们下次。我们过后的影片呢，会有更多是跟这位先生一起拍的影片，然后我们就会带他。荣幸啊，荣幸啊。然后就会带他去体验啊，可能马来西亚的食物啊，或者是景点之类的。OK。那大家记得要看哦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拜拜。